如果你是后生，你不需要什么演技，你需要的是什么呢？需要的是你的时代感，你的青春的气息。当然你都要有些努力啦。有些人要求后生的不要你这个气质，要你演技死。其实演技整个经历最重要是培养你的气质，你不要的气质要硬硬去做演技，那他就死了，他不真的嘛。演技啊，对我来说是假到好像真，但艺术讲的是真。所以你赞我演技好，你就是说你真的假。所以你那个人生观对事物的看法和你演戏是很有关系的。他就说我要你，我想你做，我有困难的，我有盲点，到时我找人，那就好了，到时看怎样。到时我有四部戏找我，四部戏啊，不是我推啊，是他们全部都要退后啊，让我站出来啊。那时候我知道他想我做，你敢不敢不做啊？他就是想你做。那我立刻回去，我排我一天由头到尾都在这里。你要什么人，当你要他就出现。因为你很多时间，你以前忙你 feel 不到，你现在在一个这样的状态里面做这件事，哇，你只 feel 到他在旁边帮助你。神特地为我警告，愿意继续旅途，要为全家愿我将有神传扬万邦，心信必可做到。我要做的事就是打杂，总之有什么要我做我就做，只要对个制作是有帮助的我就做，我就抱着这样的宗旨，就是这样。即是我来讲就是天主的安排的，他整个事情整个制作全部在带领着我们的。处理这个李华斗资料的时候，他横跨28年的时间，那回来很想讲他这个 journey， 那你已经 很大问题了，是不是？你就要选择一些又有戏剧性，又可以推进成个戏，又可以一个很概括俾人哋认识利马窦即系嘅材料。因为佢传教之路系冇女人噶嘛，哇，好大镬噶，成个戏男人边个睇啊？即系花旗自己都觉得系咁样。咁我哋加咗个女角落去，咁点解会变咗个歌舞剧？因为即系从戏剧上嚟讲。我一首歌可以唱咗去十年嘅事，其實我係唔懂音樂嘅。我學生時都仲聽下流行曲，我根本唔聽添啊！而家冇更加唔睇啦。即係我選擇一個有娛樂性，唔會聽到哇你講耶穌，哇你悶悶啲啊！你講嗰啲嘢，即係你明唔明啊？所以我直覺上就覺得呢個戲咧應該係一個唱歌同埋一個。用舞蹈嚟抒發感情，咁佢咪有娛樂性啦？我唔知道難到，如果我知道咁難，我梗係唔會做啦，係咪先？我又就係好彩，我唔知道，所以我冇乜壓力㗎，因為係佢嘅作品。